到现在我还不明白，当时为什么会救下阿爹？难道只因为他的眼睛里有一些我似乎熟悉又不熟悉的感觉？如果9年前发现阿爹的时候，我没有为他喝下小羊的血，也许我到今天还认为自己真的是狼。也许这就叫命运。阿爹把我带离了狼群生活，带离了大漠戈壁，住进了人群居住的帐篷，要我学习做人、读书。3年多时间，1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重回了狼群生活。随他们从漠北流浪到漠南，又从漠南回到漠北。曾经与阿爹在一起的6年，似乎已经淹没在黄沙之下。可惜，只是似乎。你们两个过来，九爷到了，赶快准备椅子。是是。九爷请。快过我的弩吗？姑娘，你胆子真够大的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沙漠里的沙盗，看见了我们这个标志，那都是有多远必多远。小心那只狼！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要偷你们的东西。砍掉我哪只手啊？偷东西被抓，不都是要被砍手的吗？那姑娘想要偷什么？我想要偷衣裙。就这个？还有盐。姑娘，我们有几百种方法让你说真话，你最好……二哥，把珊珊孩子送的那套裙子给她。盐我们就留下1天的量，剩下的都给这位姑娘。九爷，听九爷的。你真的要送我衣裙？我们这一群男人本不该有衣裙，刚好经过大漠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赠送给我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好像
是很名贵的布料，这么昂贵的礼物，可是谢谢。我的狼兄好像对你的骆驼很有胃口的样子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姑娘，有句话不知我该不该说，与狼为伍并不适合你，你还是应该和人群在一起。人群，多谢关心。狼兄，走。多谢。少爷，我们好像迷路了吧？不要紧，顺着前面这条路走。大家往前面走，走，叫叫叫叫！穿了大漠的衣裙，却不是大漠人，你不必如此。你是南朝人？我阿爹是南朝人，我自然应该也算是南朝人。姑娘，我们来自建安，不知姑娘打从哪里来？刚才是你在救人？哎呀，大恩难言谢呀，看姑娘衣服华贵，气宇超脱，本不该用俗物来亵渎，刚好我们这里有一对翡翠耳环，请姑娘笑纳。我要这个没有用，你们若是有女子的衣裙，倒是可以给我一套。哎呀，这还暂时没有啊。没有就算了，你们跟我来，
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。怎么称呼你呢？我叫新月。新月姑娘，这匹马就交给你了。我不会骑马。你这个样子不行，万一我一策马你就会摔下来。这抓稳了。既然恩人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？总比让救命恩人摔下马好吧。今天天气真不错啊。新月姑娘怎么样了？我去看看。陈叔啊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啊。坐。倒是一个挺有警觉的人啊。不过你刚刚倒挺信任我的，不怕我把你给卖了？这是金疮药，那我用了啊，就这一瓶了，别后悔啊。看你手上的伤就知道习武多年，难道还怕这点伤啊？厉害，姑娘真是观察入微啊，愿意再相信我一次吗？喝两口酒效果更好。味道如何？还不错。算你识货，这酒是出自一品居，它可是如今建安城中最贵的酒了。一品居？一品居是建安城最有名的酒楼，那里随便一道菜都叫人回味无穷了。你有机会一定要去建安城，那里盛世繁华，街道宽大不在话下，屋宇巧夺天工，市集更为热闹啊。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？有才子佳人，最妩媚动人的歌舞帐，最高贵的侍女，最香醇的酒，最好吃的食物，世界上好的东西啊都可以在那里找到。多谢新月姑娘引路，看来大家可以赶上重阳节的美酒佳肴了。那好，如果你们路费宽裕，可否给我些银子作为这两天领路的报酬？建安城不比大漠，一切小心。多谢。郎兄，我做过人，不可能再做一只狼了，也不可能一辈子跟着狼群生活。正如阿爹所说，我应该回到人群中。既然老天让我活下来，所以不管前面是酸是甜是苦是辣，我都应该去尝一尝。郎兄，我要去看看建安，看看阿爹口中的南朝。等我成为阿爹心目中美丽的南朝女，我定会回来看你的。你也不可以偷懒，要成为整个大漠的头狼。
是金安城。嗯。以前听阿爹无数次说起过，真是耳闻不如目睹，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停车。那下面你就自己在城里逛一下。谢谢老板。谢谢啊，走了。烤羊肉，烤羊肉。来来来，烤羊肉的啊。哎，谢谢。嗯，好吃。这个，给。这好像太……够吗？够了、没钱的捧个人场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谢谢，哎，谢谢姑娘，谢谢。这大方，有钱你看，我这么真有钱，真是大方，你这大方的啊，不容易啊。这么有劲！哎呀，姑娘，有什么需要啊？老板，我想要套衣服。啊，衣服啊，我们这个衣服。这个好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原来银子这么好用的，买东西真好玩。哇，真是大开眼界啊！这个建安城。看来我真的没有来错，我想我开始明白阿爹对建安的感情了。从小看惯这样精致繁丽的人，只怕很难爱上简陋的帐篷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一品居。哟，姑娘，里边请。给我介绍几道你们这儿的名菜吧。好啊，姑娘可以尝尝本店的特色菜，一品鲍鱼和羊包藏鱼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就给我来四道你们家的特色菜。好，姑娘要不要喝点酒？好啊。哎，好。少爷，自大漠回来以后，你常来一品居，是不是希望碰到什么人呢？该来的人自然会来，该品尝的就一定要来品尝。嗯。魏校尉，魏校尉，皇上有命要见魏校尉。皇上找我，有事吗？皇上在朝中大臣面前赞许校尉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校尉你商议，所以请校尉跟我一同进宫。陈叔，走吧。好，请。哎，好啊，姑娘。够了吧？姑娘，不够啊。不够？连这些加起来才刚刚好。啊！鲍鱼，吃掉我一袋银子。过了今天，明天住哪里呀？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老板，哎，要两个馒头。哎，好嘞，三个铜钱。
我可以帮你刷碗代替吗？哎，滚滚滚，正忙着呢。哎，这边有碗吗？我帮你刷。哎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快走开。老板老板，我只要拿总钱的三分之一就好了。我可不会雇佣一个不知底细的人来给我做账的。你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认识一个下药商人叫小魏，他应该能帮我担保的。什么小魏啊？别烦我了，赶紧走赶紧走，我还要做生意呢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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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姑娘，你回来了，是不是没钱住客栈了？等有钱了再来住吧，没钱啊，城郊树林去住去吧。啊，嗯，老板，老板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？我已经在找工作了。不行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不行，我不能丢我弟的脸。城郊树林。哎呦，这大天啊！真要一个有钱的，是吗？我去了六个白面馒头，那不好。我明儿带你去，兄弟，明儿带你去啊！行行行，怎么说定了？哎哎哎！哎，死丫头，懂不懂规矩？这是带给我的位子，去去去去去，过去，过去。哎，丫头，那一片都有人睡了。不过，你如果给大爷唱首曲子。让大爷一开心，大爷把睡的地方让你一半，让你跟大爷同睡，你看咋样啊？哎，小爷我今天运气好，哦，从逸品居讨了一壶上好的菊花酒过来。是吗？哎，那是好酒啊！来来来，哥几个，来来来，我们喝两口。美女，过来，你过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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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坐坐，好啊，喝这菊花酒。姑娘，人这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也没有受不了的气。他们呢说话无心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你要不嫌弃的话，陪我这老头子烤烤火。谢谢老爷爷。闺女啊，先喝口菊花酒暖暖身子，馒头啊过一会儿就烤好了。怎么，你嫌弃这是乞丐的东西？哈哈，那你是怕酒劲儿大？放心，这是逸品居专门为重阳节酿造的菊花酒，适合全家大小一块喝，味道甘醇，酒劲儿不大。老爷爷，我们非亲非故，刚刚那个小兄弟替我解围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怎么还会嫌弃呢？这世上谁没有个三灾五难的？就算皇帝也还要宰相帮忙呢，是不是啊？老爷爷，我懂了。好好好。闺女儿，馒头。馒头好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儿。这位大哥，你们这儿要不要洗衣服啊？我们已经有人了，不用了，赶紧走吧。其他杂活我也会，我帮你扫地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只要给多分就可以。我帮你扫，帮你扫。不用，哎，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扫。哎，我帮你扫啊！真的不用你扫，啊，真的不用了。哎，去干活吧。是。你是外地人吗？嗯。啊，哦，建安话说得真好，没有外地口音呢。我来了有几天了，我学东西学得很快的。真聪明。在建安城里没有亲戚熟人吧？嗯，说的也是，如果有亲戚朋友的话，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了吧。嗯，要不这样，你帮我把院子打扫干净，
我请你吃几个包子，你可愿意吗？谢谢夫人。叫我红姑就好，干得好，往后见面的日子多着呢。谢谢红姑。跟我来。以前没发现扫地还蛮好玩的嘛。来不及了。辛苦了，小姑娘，过来吃点包子吧。来，先吃一个包子吧。小姑娘，再吃一个包子吧。我就先走了，因为还在家等我呢。好一个伶俐的丫头，这丫头只怕是懂功夫什么的，吃了力道的迷药，这么久才晕。醒了，我不喝。这水里没有下药，更何况也没有这个必要。这里看守严密，你逃不出去的。我不渴。我叫新月，被一个叫红姑的人下了迷药。你呢？我叫丁玲，是被后母卖到这里来的。那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们为什么被关在这儿？这里是落玉坊，建安城中一个颇有名气的歌舞坊。拐了你，定是因为你长得漂亮。他们是要我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吗？这里是歌舞坊，姑娘们卖的只是歌舞才艺。不过别人可不管这些区别，卖艺的女子始终被人看不起的，除非走投无路。谁会去干这个呢？不过如果是有名的艺人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他们甚至可以进出皇宫。这样听来，这里也是一个有吃有玩的好地方。寻死觅活的多少回了，打也没少挨，还不长记性啊！今天由不得你了。
走，我不去，走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好生装扮，去跟姐妹们学着点儿。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却不惊不怕不哭不闹的。你是认命了呢，还是别有心思想伺机逃跑？怕有用吗？哭有用吗？恐惧和眼泪就能让你放过我吗？只怕换来的是一顿皮鞭或者其他刑罚。既然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，那我为何不选择一条让自己轻松点的道路？以后我就听你的吩咐。过来坐吧。见过掉到水里的人吗？他们因为不会游水而惊慌，挣扎着希望能浮出水面，但实际是越挣扎沉没得越快，最后他们不是被水淹死的，而是挣扎时水进了鼻子呛死的。其实如果他们知道只要肯放松身体，就算不会游水的人都会浮出水面。更可笑的是，很多落水人就离岸边很近，往往憋着一口气就可以回到岸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星月。好，等一下丫头会带你到你的房间，有什么需要就跟他们说吧。其实我也算是救了你一命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要么就是饿死街头，要么就乞讨为生。但以你的容貌，肯定让你逃不过厄运。这才是真正的污秽肮脏。成名已久，你这样的舞步要是被天香坊的人看到，岂不是又要笑话？那倒未必，说不定天香坊见到还会暗地来抢人呢。啊，你是我们洛一方的头牌，就给他们点拨几句吧。好啊，你们都下去吧，你们俩留下。哼，南家的舞蹈是以舞姿的意境取胜，手若信手拈花，身似杨柳新枝，轻歌曼舞才能引人入胜。切记跳得像大漠人一般，毫无美感。你除了这些还会别的吗？不会。双双姐，演示一下吧。红姑，哎，要让我调教这样的蛮丫头，真是浪费我的精力。哼！哎，卖包子了。哎，您看看啊，老板新蒸出来的。哎，你给我拿五个包子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很大的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嗯。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马上给你找大夫啊。星月姐姐，对不起了，借你的东西用一下。定好一些，定好一些啊。知道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好好好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吃得痛快，喝得痛快，好吗？好。来。
星月，星月给你，来，丁玲，你们知道吗？拿了我的红包，来年一定会好运的。性格精明却不小气，对我们这一屋子无亲无故的女孩也算有情有义，也尽量把年过得热闹，钱财大把的花出去了，把院子里里外外布置得轰轰烈烈，虽然说不上怎么好看，却绝对够热闹够喜气了。对她我是多了一份好感了，我们这里呢生意兴隆。清早的就过来找我有事吗？我要找一个女子，是房主要找的人。你现在把房里所有的女子都找出来，快去。是。都起来，都起来，快给我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了！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谁是三个月之前进的园子？他从哪儿来的？什么时候进的园子？都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说实话，不要命了是吗？他是从外地来的，确实是三个月之前进园子的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么说来就不会有错了，模样、时间、身份都吻合。帮主要找的人应该就是他了，虽然我不知道所谓合适，但我也不敢妄自揣测。你自己闯下的祸自己看着办吧，我在外头等你。五爷的大恩大德我鸿鹄谨记。除了月儿，你们全都回房间去。是是。我不知道刚刚那个无业是什么来头，也不知道他口中的房主是什么意思。红姑你放心，我跟你无仇无恨，也没什么好怨的。我只知道我来的这几个月你带我好吃好住好玩的，我也学了不少新鲜玩意儿。我初到建安，多一个朋友以后就多一份方便，况且红姑你也没有伤害我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。月儿，难得你如此深明大义，我红姑欠你的我先记下。我红姑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回报。那我们现在去见房主吧。来，
请安了。嗯，这就是你带来的人？是的，找来找去，没想到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。嗯，情况估摸是对了。老爷子，您仔细看看，到底对不对？对不对的，我不敢说。不过前几次带来的人都是刚进去，又被送了出来。这屋子竟然别有洞天，前面如同普通人家的屋子布局，后面却是如此气象不凡。虽是寒冬腊月，竹林却依然生机勃勃，清脆的绿色带着人的心情也鲜亮起来。姑娘，你自己进去吧。嗯。啊。是他，想不到是他。是在大漠还是在建安城，他总能自成一格。建安好玩吗？刚到建安就忙着喂饱肚子，后来又整天待在红姑的园子里，哪儿都没玩过。我猜你过得不错，红姑待你一定也好。如今站在这里，已经有建安城大家闺秀的样子了。我一直就不错，只不过人要衣，马要鞍而已。是。我在月牙泉狼狈的样子你是见过的，就不要再捉弄我了。想起来那个时候我过得很好，现在也不错。月姐姐，月姐姐。九爷。狗娃子，以后叫我石峰，狗娃子就不要再叫了，那都是英雄落难时的事情了。是石峰，石大少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九爷带我回来的。小峰的爷爷得了重病，他无奈之下把你落在他们那儿的衣服拿去了当铺，恰好当铺的主持人随我去过大漠认的那件衣服，把这事儿报了上来。我看小峰为人机敏，又有一片孝心，就把他留了下来。啊，九爷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嗯。原来是从小峰身上知道我落难建安。小峰爷爷的病可好了？人年纪大了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又居无定所，没什么大病，这些天细心照料就没事了。老人家还时常惦记着你，有空去看看他。你不说我也会去的。红姑没为难你吧？没有没有。你紧张什么？谁知道你们这儿什么规矩，万一跟大漠一样动不动就砍人一只手，红姑那样的大美人岂不是可惜了？这不是你跟红姑之间的个人恩怨这么简单，如果放任不管，一定还会有人再犯，将来受苦的是那些弱女子。红姑已经承诺过我绝不会再犯，可有两全的法子？这件事情还是交给老吴去做吧，他底下的人出了事儿，我可犯不着替他去操这份心。外面有些冷，不如我们到屋子里面坐吧。啊，九爷。你没听过肚子叫吗？
这东西看起来很美味，我可以吃吗？那叫馓子，过年摆着应景的，吃着玩还可以，要是当饭吃就太腻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让厨房去准备。我不会点菜，随便吧，要紧的是一定要有肉，大块大块的肉，不要像红姑那里好好的肉都切成什么丝儿啊什么丁的，偶尔吃几次还新鲜，吃多了真是憋闷。小峰，九爷，让厨房做一只鸡，再配两个素菜，一定要快。是。我这里很少有客人来，这也算是我第一次泡茶给别人喝，将就着尝尝味道。你家里应该有很多兄弟姐妹吧？我听小峰称呼你九爷，后面还有十爷吗？其实只有我一个。小时候，父亲希望家里面人丁兴旺，让下人都叫我九少爷。可是后来也没有如他所愿，只是大家叫习惯了，就再也没有改口。我家里除了我还有一群狼，你上次见的那只是我哥哥。我听他们说你叫星月。你呢？莫寻。你不姓石？你是石坊的主人吗？谁告诉你石坊主人就一定要姓石的？我看到门口写着石坊就想当然了。莫寻，踪迹难寻，名字取得好神秘啊。你叫星月，我也没看你披星戴月啊。不如以后披金戴银。我不饿，你吃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率直随性，看你吃得这么尽兴，真是难得。吃些青菜。女孩子家要多吃青菜，看上去才会水灵。有这种说法吗？也算吃得好住得好，偶尔呢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，可如今被你这么一折腾，红姑那里肯定是不敢再要我了。我如今身上又没有什么钱，俗话说得好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看你这一身气宇不凡，应该是会为我负责的吧。认识字，会算数，也有力气，人也不算笨。你看你手下的商铺有没有需要帮忙呢？你想留在建安？我才刚来，还不想走，什么时候走说不准。
这样吧，我问问下面有什么适合你做的事情，你自己也想想喜欢做什么。你可以先在我这里住下。谢谢，我不白住的，小峰能做的我一样能做。你和小峰不一样，他现在是石坊的学徒，我正在磨他的性子呢。那我呢？你是我的客人。一个重逢的朋友。魏公子，快点搬钱。哎呦，魏公子，我再问你们一次，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从大漠来的年轻女子？没有啊。掌柜，我记得当时好像有那么个姑娘曾经来过，那是她独自一人，也不问价钱，只说捡拾最好最有名的菜上，一顿饭就吃掉大袋银子。哎，对呀，那都是几个月前的事了。他可有说他住在哪里，或是要去向何处？没有。哎哎，魏公子，哎，慢走啊！快快快快！照他这么花费，应该很快就没银子了。早知如此，朕该多给些。他在晋安城举目无亲，能去哪儿呢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们在月牙泉的时候见过呀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你那个伙伴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住在这里啊。住在这里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刚煮的茶，来试试。好啊。九爷。九爷。平日里九爷一向喜欢清静，晚上的时候就连小峰他们都不能住在这里，因为九爷一定不能被打扰。怎么，是不是有的人太客气了，有的人也就不客气了？九爷，我把账本带来了。我不按你们正事了，我在屋里有点闷，我出去走走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过得可好？我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呢？姑娘，
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师伯，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红姑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现在天气也好了，要不你去看看他们，或者到别处去转转。这个提议不错，我现在就去。啊。来，看一看，这伞真不错。来来，闪开！快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快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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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快点闪开！站住！闪开！这是……哎，看那边！哎，你看看，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谁呀？你又是？是他？什么是他？对对对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是谁啊？哎，你眼光真不俗哎。他啊，虽然出身王侯贵胄，但他是很特别的，而且至今还没有婚配，连亲事都没有一门。红姑真是顶好的媒婆，可惜入错了行。舅父官封大将军，舅母贵为长公主，他的名字叫魏无忌。他是建安城中有名的大霸王。我想我时间了可以，在我最彷徨的时候，我以为见到的会是他。我可以体谅你的决定，我可以接受我的宿命。我想我是真的